请帮我，请帮我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我是学生。我是学生。你要喝茶吗？你要喝茶吗？我明白。我明白。天气很好。天气很好。我累了。我累了。这个菜很辣。这个菜很辣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很矮。我很矮。请坐。请坐。今天冷吗？今天冷吗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你累了吗？你累了吗？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吗？他是医生。他是医生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不客气。不客气。我想喝茶。我想喝茶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
不要担心。不要担心。他很高。他很高。谢谢。谢谢。请进来。请进来。太贵了。太贵了。我饿了。我饿了。我不太懂。我不太懂。他会唱歌。他会唱歌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不太好。不太好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今天星期一。今天星期一。这个很好吃。这个很好吃。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请跟我来。请跟我来。再见。再见。你有时间吗？你有时间吗？有意思。有意思。我太忙了。我太忙了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
你喜欢听音乐吗？你喜欢听音乐吗？我不喜欢。我不喜欢。他们喜欢。他们喜欢。我会说中文。我会说中文。他很高。他很高。我要去北京。我要去北京。你们公司在哪里？你们公司在哪里？我想去那个地方。我想去那个地方。我喜欢音乐。我喜欢音乐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他的眼睛很大。他的眼睛很大。他是老师。他是老师。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我们去公园玩吧。我们去公园玩吧。我昨天去了公园。我昨天去了公园。你想吃点东西吗？你想吃点东西吗？他几岁了？他几岁了？我在这里。我在这里。我想吃苹果。我想吃苹果。你想吃水果吗？你想吃水果吗？请问，这是谁的书？
请问，这是谁的书？这是我的书。这是我的书。他在哪个城市工作？他在哪个城市工作？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一起去吧。他是医生。他是医生。我的爸爸是医生。我的爸爸是医生。他在上海工作。他在上海工作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他很有趣。他很有趣。我很喜欢。我很喜欢。你会说中文吗？你会说中文吗？请不要喝酒。请不要喝酒。我的房间很大。我的房间很大。请闭嘴。请闭嘴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请出去。请出去。我找不到。我找不到。你在家吗？你在家吗？你今年多大？你今年多大？
他每天都去学校。他每天都去学校。我明天很忙。我明天很忙。他喜欢看书。他喜欢看书。我有一个弟弟。我有一个弟弟。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我喜欢看爱情片。我喜欢看爱情片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在工作。我在工作。她很漂亮。她很漂亮。请给我。请给我。他们在学校。他们在学校。你们明天有空吗？你们明天有空吗？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不要哭了。不要哭了。我们一起去购物吧。我们一起去购物吧。我喜欢旅行。我喜欢旅行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请不要笑。请不要笑。我爱中国。我爱中国。你可以帮我吗？
你可以帮我吗？你想喝啤酒吗？你想喝啤酒吗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想喝咖啡。我想喝咖啡。我有一本书。我有一本书。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。你是老师吗？你是老师吗？他们在家里吗？他们在家里吗？请不要看手机。请不要看手机。我喜欢吃面条。我喜欢吃面条。你喜欢旅行吗？你喜欢旅行吗？我们很忙。我们很忙。我不会游泳。我不会游泳。我喜欢看电影。我喜欢看电影。我是老师。我是老师。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我喜欢红色。我喜欢红色。我会说一点儿。我会说一点儿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他是我的朋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请告诉我。请告诉我。我会开车。我会开车。我们是朋友。我们是朋友。你想喝水吗？你想喝水吗？你喜欢中国菜吗？你喜欢中国菜吗？你们喜欢听音乐吗？你们喜欢听音乐吗？请帮我。请帮我。你的家在哪里？你的家在哪里？你喜欢运动吗？你喜欢运动吗？再见了。再见了。我的家在北京。我的家在北京。我不饿。我不饿。你喜欢音乐吗？你喜欢音乐吗？这是你的手机吗？这是你的手机吗？这是我的钱包。这是我的钱包。不要笑了。不要笑了。你喜欢看书吗？你喜欢看书吗？我在学校。我在学校。他在图书馆学习。他在图书馆学习。你喜欢看电影吗？你喜欢看电影吗？请等等。
请等等。现在是5:30。现在是5:30。你家有几口人？你家有几口人？这是我的朋友。这是我的朋友。我喜欢打篮球。我喜欢打篮球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天气不错。请问你是谁？请问你是谁？我喜欢听流行音乐。我喜欢听流行音乐。你每天都上班吗？你每天都上班吗？我不是老师。我不是老师。你的家人都健康吗？你的家人都健康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们在哪里工作？你们在哪里工作？请不要迟到。请不要迟到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那个不好。那个不好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菜很好吃。这个菜很好吃。这个城市很美。这个城市很美。我有一个儿子。我有一个儿子。请不要说话。
请不要说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做什么？我很好。我很好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几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电脑坏了。我的电脑坏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学校大吗？你们学校大吗？这是红色的。这是红色的。请不要哭。请不要哭。我们一起学习。我们一起学习。明天是星期几？明天是星期几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他在那里。他在那里。他每天都喝牛奶。他每天都喝牛奶。请说慢一点。请说慢一点。请不要吵闹。请不要吵闹。请给我一些水果。请给我一些水果。我想吃火锅。我想吃火锅。他喜欢吃辣的食物。他喜欢吃辣的食物。
他们在聊天。他们在聊天。几点了？几点了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明天是星期五。明天是星期五。我会做饭。我会做饭。我们去山上玩吧。我们去山上玩吧。这个太难了。这个太难了。你们在这里工作吗？你们在这里工作吗？他喜欢跑步。他喜欢跑步。请不要吸烟。请不要吸烟。请不要打电话。请不要打电话。你想喝茶还是咖啡？你想喝茶还是咖啡？我有点累。我有点累。他们是学生。他们是学生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你昨天做什么了？你昨天做什么了？你什么时来？你什么时来？他很聪明。他很聪明。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今天几号？今天几号？我们在这里上学。
我们在这里上学。他在医院。他在医院。我不喜欢喝啤酒。我不喜欢喝啤酒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请给我一杯水。请给我一杯水。请坐下。请坐下。我会游泳。我会游泳。你们想吃什么？你们想吃什么？他在家里。他在家里。我不喜欢吃辣的。我不喜欢吃辣的。我不吃辣的。我不吃辣的。你会游泳吗？你会游泳吗？这个地方很有名。这个地方很有名。你会做饭吗？你会做饭吗？我渴了。我渴了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。我家有四口人。我家有四口人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能帮你。我能帮你。请给我一张纸。请给我一张纸。他是你的朋友吗？他是你的朋友吗？
你们家有几口人？你们家有几口人？我想买这个。我想买这个。我喜欢运动。我喜欢运动。我叫小明。我叫小明。这是一本书。这是一本书。对不起，我明天很忙。对不起，我明天很忙。我叫李明。我叫李明。他们在商店买东西。他们在商店买东西。我有一个妹妹。我有一个妹妹。我们家有五口人。我们家有五口人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你的爱好是什么？你想喝茶吗？你想喝茶吗？你们想去哪儿玩？你们想去哪儿玩？请等一下。请等一下。会一点儿。会一点儿。对不起，我有事。对不起，我有事。这是谁的？这是谁的？你喜欢什么季节？你喜欢什么季节？你的手机在哪儿？你的手机在哪儿？我有一只猫。我有一只猫。你几岁了？
你几岁了？我想喝热水。我想喝热水。请等一等。请等一等。他是医生吗？他是医生吗？我20岁。我20岁。请帮我找一下。请帮我找一下。你会说英语吗？你会说英语吗？他们很懒。他们很懒。我喜欢听音乐。我喜欢听音乐。你们怎么去学校？你们怎么去学校？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我的老师。他5岁了。他5岁了。你是中国人吗？你是中国人吗？我喜欢看电视剧。我喜欢看电视剧。这个很好。这个很好。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我想吃咸的。我想吃咸的。我会帮你找。我会帮你找。这个5块钱。这个5块钱。我想买一件衬衫。我想买一件衬衫。他喜欢喝咖啡。他喜欢喝咖啡。
我学了两个月。我学了两个月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那是我的。那是我的。你想吃什么水果？你想吃什么水果？我昨天看电视了。我昨天看电视了。这个城市很大。这个城市很大。这是我的车。这是我的车。这个电影很有趣。这个电影很有趣。你明天有空吗？你明天有空吗？我要一杯咖啡。我要一杯咖啡。这个问题很容易。这个问题很容易。你会说英文吗？你会说英文吗？请喝茶。请喝茶。我喜欢看书。我喜欢看书。我们坐公交车去。我们坐公交车去。请问几点了？请问几点了？这是我的家庭照。这是我的家庭照。他的手机在哪里？他的手机在哪里？我不懂这个问题。我不懂这个问题。我喜欢春天。我喜欢春天。
你的家乡在哪里？你的家乡在哪里？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你家有宠物吗？你家有宠物吗？请再说一遍。请再说一遍。他每天都骑自行车。他每天都骑自行车。我们是同学。我们是同学。我喜欢吃米饭。我喜欢吃米饭。你们喜欢吃中餐吗？你们喜欢吃中餐吗？你能帮我找一下吗？你能帮我找一下吗？你星期六有时间吗？你星期六有时间吗？我们想去北京。我们想去北京。他喜欢唱歌。他喜欢唱歌。我在医院工作。我在医院工作。你们是同学吗？你们是同学吗？你们家有电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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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